他来了，他来了，他接到稿子就来了。大家好，我是祥子。奇才赛季揭幕战107-113不敌76人。拉塞尔·威斯布鲁克22投9中，得到21分11个，篮板15次，助攻6次失误。本场比赛威少在前三节就得到三双，他是过去25年第一位在球队赛季揭幕战三节砍下三双的球员。威少也是历史第六位在球队首秀中贡献三双的球员，此前五位分别是1960年辛辛那提皇家的奥斯卡·罗伯特森、1974年公牛的内特·瑟蒙德、1976年布法罗勇士的约翰·舒马特、1983年火箭的路易斯·劳埃德和2018年鹈鹕的埃尔弗里德·佩顿。威少还是奇才子弹队史第一位在赛季揭幕战或者球队生涯首秀中拿到三双的球员。 And 他走了，他走了，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